Let me guess, tiny, a small salad. I'll take a double, triple, bossy deluxe on a raft, 4x4 animal style. Big racks, I need that. Well done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吐槽。旁边呢是我的好朋友佳佳哦，我是有女朋友的吐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厦门的巴士啊，我们随便挑一点这个巴士里面的小吃来吃一吃，在巴士非常有名的这个阿龙，哎，为什么聚焦在你脸上？那你脸一下嘛，是因为猪脸会比这个猪里脊贵是吗？对，没错。啊、嗯，哎呀，聚焦到这个上面，这个呢是阿龙的这个里脊肉串，在当地非常的出名。哦，它这个是干香型的，就是它炸得很干啊，说白了就是没有肉汁，但是整个口感还是好的。它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它酱料好吃，你吃得下我这个辣的。哦，可能我不喜欢沙茶酱。我还买了这个饮料，这叫柠檬爱玉，可能在福建这边比较常见。爱玉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说的是什么爱玉啊？没事，你们啊，我的视频里面不想出现这种肮脏的东西。可是你刚开始在点单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，就太爱情的爱，玉佩的玉，可以了吧？我以为是三满意了吧？啊、嗯，那所以它是什么正经的是什么？好像是。有点类似于烧仙草的东西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好喝，你喝。等一下，就是比珍珠奶茶要软，就是里面的珍珠要软。嗯，这个是不是好喝？而且它柠檬很解腻，它很像果冻的那种。啊，没错，果冻，爱玉就是有点像果冻。你真的是美食博主吗？是啊，而且有女朋友。那你形容不出来。再试一下这个巴士里面最出名的阿姐五香。五香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每个福建人基本上都吃过吧，我们福州人比较喜欢拿去配锅边吃，那他这边呢就是直接单独的吃。嗯，它的肉很大块。五香呢就是外面包的是类似于豆皮的东西，然后里面有肉跟蔬菜，它的肉包的很大块，我觉得还蛮有咀嚼的快感。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做这家店点的东西，这个是煎饺，我们点的是这个莲藕肉馅的莲藕猪肉。哇，它有汁水啊！不过这个肉馅从侧面看好没有食欲啊，因为莲藕是白的，猪肉也是白的，全都是白白的。还可以，一般般。如果想要吃的每次都吃这个话，那肯定就会给到啊。好烫哦！来厦门的第一次这个伙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虽然说有点商业性吧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好，重新说一遍。他鸡巴早。我都不想录了，就这样子吧。整个本地历史的。